换成脚踏开关，然后换枪弯折，像这样子。0.8毫米焊丝，电流和时间调到17和17，将焊丝放在这个缝这里，无针在这个焊丝的前1毫米处去打点，就打点固定上去了。然后每一个点都要打在这个焊丝的前1点点处，打在板子上。而不是打在焊丝上，如果说打在焊丝上，可能焊丝就会起球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将焊丝打在焊丝的前1毫米处。钨针与焊缝这里，它是越垂直越好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拿枪的时候，大概像这样子去拿。